接下来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礼堂。贫穷或富有，健康或者疾病，你们都愿意永远在一起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好，我宣布两对新人正式结为合法夫妻。接下来请两对新人互赠戒指。欢迎各位今天的光临，参加天福茶庄茶博馆的开幕典礼。这个博物馆不只保留了茶庄的珍贵技艺，而且还会致力于收集世界各国的茶资料、茶文化，使所有参观的民众都能够对茶产生兴趣，也能够更多地了解各种茶。同时呢，借这个机会
我还向大家宣布两个好消息。第一，天府茶庄在总经理程峰、营销总监唐正浩的领导运营之下，在欧洲已经取得了傲人的成绩。 第二，我的儿媳杜馨予，她精心研制的一款茶，获得今年巴拿马博览会茶类冠军。我也是刚刚得到这个消息，你获奖了。我获奖了，我获奖了。恭喜你，收到了，恭喜馨予。谢谢。同时呢，茶庄还有一件大事。 要跟大家共享。接下来，就由营销总监唐正浩向大家宣布。大家好，经过董事会的决议，从今天开始，天福旗下的各个子品牌统一使用天福作为商标。这一方面是因为获得巴拿马大奖的茶叶来自于天福茶庄，已经把天福在国外打响了旗号。 另一方面，也能代表我们天福茶庄对中国茶叶界的雄心。好。 给你点孙子起个名字吧。好啊，好，好，那爸爸想一想啊，让爸爸想一想。你说什么？嫣然怀孕了？真的假的？ 昨天才刚查出来，我也很意外。好，这么快就当爸爸了，来，以茶代酒，提前恭喜你，干了一杯。来，嗯，天福的有青龙井，果然好味道。嗯，清香淡雅。 泡茶人的水平也不一般呐，这你过奖了。但这杯茶，在我看来，不只是兄弟间的分享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。说来听听。你和馨予经历了这么多，才可以在一起，真可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爱情最珍贵的，不只是分享快乐，还可以共同的担当困难。 这样的爱情，才最难能可贵。说的真好，程峰，你变了，变了很多。来，为我们的友情干一杯。干杯。你真的变了。 老婆大人，咱们这次旅行回来之后，得办点正事儿。什么正事儿啊？让嫣然怀孕，我可不想出个差。你把我当成你们俩兄弟之间比拼的工具是不是？怎么能是比拼的工具呢？那不就是吗？我跟你说，哎。
这孩子名字我都想好怎么起了。你看你那么喜欢茶，我们家又是茶叶世家，所以茶名字里必须有茶字。难起啊？怎么会难起的？你看，男的叫糖绿茶，女的叫糖红茶，怎么样？我还糖白茶、糖奶茶嘞，你就是糖找茶，太难听了。哎呀，那我想一想吧。那男的就叫糖乌龙、糖普洱，女的就叫糖碧螺、糖茉莉。不生，不生也得生。那你说叫什么？我觉得应该叫唐俊明、唐金星。哎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好吧，就叫唐龙井。凭什么让人变得？你有没有在说我？戳我，小心了，小心了。